袁惟仁突然破表变成五分，难道是因为这个风格跟他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很接近，所以让他过关吗？我坦白说啊，能够自弹自唱在舞台上表演，会吸引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跟情感。我觉得这部分你一开始就应该做这样的表现，不见得一定要跟着乐队，而且跟真的可能像刚才冯凯导演说的，你应该做好一些准备，而不是临时上。那当然，这所有的评审请注意，如果他进入复赛，下次化浓妆的时候不要扣分哦，好吗？再一次恭喜你过关，谢谢。好啊，安琪出来了，这是一个经纪人想要比艺人还要红的一个例子啊。不过我觉得你唱的还不错哎，你最后有唱那一首自弹自唱的那个《给所爱的人》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爱的人是？现在就在我身边。哦。这首歌的故事的主人呢？所以你是特别写给他的。对。恭喜过关，但接下来的四位参赛者却都因为表现不够完美而惨遭淘汰。这股低迷的气氛似乎还影响到下一位参赛者。爱你我可没有其实，我想不听没有追求的言辞，我们还在用所有心思，原来是两件事，面对折磨你可比若无其事，我想不听。剩五秒，失败。但在预赛时，这位参赛者的实力相当坚强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如此优质的歌声，是否能再加分扳回一城呢？可以加分吗？好，加分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因为现在都是没有分嘛，所以来加油。我们的比赛终于把参赛者逼疯了。好，所以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顾清介，刚刚那个阿是高铁经过吗？是你的特殊才艺吗？我觉得很对不起评审，因为让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看我这么烂的表演，真的很对不起。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比赛中年纪最小的参赛者。接下来我们马上欢迎到这一位，他只有13岁，欢迎20号的谢振廷。有加分题吗？好，来来来，13岁的我要唱那个刚那个帅哥周董公仔哥哥的 Superwoman。Superwoman。身边无条件给我梦寐以求的温柔。许多参赛者在初赛表现都非常的好，但是一到这个舞台上完全就失了魂哦。这个其实冯凯导演，哇，你给的分已经是4分了。来，没有，我其实完全就是因为勇气，跟那个在青涩当中看到他的企图心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对，真的真的。而且这个康永，而且他要补唱加分题的时候，他还是很镇定，他说要唱那个帅哥公仔的歌，对，就是他完全没有被自己没有过关这件事情击败。这个以13岁来讲，真的台风非常的稳。而且其实是不是第一首歌的时候，我想专业的这个制作老师小林来讲评一下，他第一首歌最大问题在哪？其实我觉得他那个 key 有点怪，所以他的那个音色完全被埋没，一直要到稍微高音的地方我才听得见。你好厉害哦，你几岁？我13岁。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当明星呢？因为这个是很官方的说法，只是说因为我很喜欢表演。恭喜过关，但
但下一位却又出现了不是来唱歌的人。太难了吧？那他其实刚上场的时候呢，不觉得他怎么样，就看到当年的我，其实他一翻起来不得了。到底他是表演了什么？第二阶段总计十二人，五人过关，到底谁能成为百万之星？又出现了一个不是来唱歌的人。好，自己 Q。哟。呜！单手厉害了，厉害了！这个绝招一出来呢，仍然只有五分。好，他不肯下来，没有过关前他是不会落地的。各位看到车道过关。其实他正是全国单手跳跃的纪录保持人，最高可连续跳跃86下。单手跳跃这个是太难了吧？那他其实刚上场的时候呢，不觉得他怎么样，就看到当年的我，其实他一翻起来不得了。你当年也会这样子吗？另外，我们节目也是可以说评审才表演。另外的啊，我是感觉到他的爆发力很强。嗯，谢谢。不过这个东西啊，我还要看你再能够再跳一跳，因为你大概后来2/3全部单手在跳，结果把你选择当明星，你只会单手在跳，那怎么办呢？而 Roger 给分比较慢，是因为就是说他 T 恤滑下来的时候有青春痘吗？还是说？哇，你连那个你都看？我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。其实身为一个这样的 dancer， 皮肤保养重要吗？其实那个大概不是重点吧，我觉得。像他们这种舞蹈是很困难的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们常常表演，有接触到很多的 dancer， 他那个是很高难度的动作。加油，谢谢你，恭喜过关。而接下来的两位参赛者也都因为紧张而演出失常，惨遭淘汰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是24号李佩如，今年16岁，掌声欢迎他。16岁，李佩如也参加过《我爱黑社会》的录影，是不是？在那边录了几集？录了很多集，到现在还在录。到现在还在录。那黑人哥哥对你有没有一些？不，没有啊，他人很好。不是，我是说有没有给你一些鼓励或建议？有啊，他都会鼓励我们很多事情，就教我们很多事啊。教你们很多事。这一点我们其实要看看，包括这个康永哥跟冯凯导演都给很高分了哦。因为他那个 sweet， 那个可爱哈，他其实就。对未来就是他风格出来了，特色出来了。我觉得明星应该都是这样，他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桃子，每一个人都是林志玲。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，可是你把我跟林志玲摆在一起，谢谢。那我为你唱一首《神雕侠侣》，野马江湖。恭喜你，谢谢。小甜甜很可爱。接下来欢迎25号吴敬诚，掌声欢迎他。深情，经不起你的挑衅。不要唱起我冰冷的情，我怕沉睡的梦被你惊醒。到，很可惜失败了。但是在评审当中有一位对你非常激赏，你大概唱到第二句你就已经是他的满分了，伟忠哥。先不看他的，先不听他的歌啊，我觉得这男孩子长得有点，还有点男人味啊。因为你几年次的？72。对，7年级生样子看起来还有点壮壮的啊。我觉得台湾现在这种歌手还蛮少的啊，这种音乐还蛮少，还壮壮的。我觉得以后打华人市场很多仗要打，好像体格健壮一点也有点帮助啊。不管生理还心理方面，这是我的看法。伟忠哥，你要吸收他去这个摔跤的。小郭闭嘴。这是我的看法而已。谢谢你的参赛，谢谢。接下来欢迎
36号杨宗纬，掌声欢迎他。因为我妈把我生下来，就是给我这副歌喉，就是要感动全台湾的听众。淋我淋过的雨，吹你吹过的风。